郭美美一直是风口浪尖的人物，经常在微博上晒出大尺度的性感泳装照。照片中的郭美美永远是纤细的长腿，白皙水嫩的肌肤，看上去娇艳欲滴。她的炫富以及曾经的红会认证标签让她几度出名。十一期间，郭美美携神秘外籍男在北京某酒店补拍电影片段，在拍摄休息期间，二人不避嫌的合衣躺在床上。身穿学生装的郭美美更数次俯身热吻外籍神秘男。该男子也不时地回应郭美美，单手托起郭美美的下巴，亲密的动作真像一对情侣。腾讯娱乐整理报道。